神舟十三号明白，打开双向承压舱门。正确。 接受冻伤的拥抱吧！哎呀，祝贺祝贺！哎呀，这拥抱啊，这都感动了啊！哎呀，激动了，激动了！最后注意，我是北京。 双向承压舱门已打开，出舱活动正常结束，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。